都先把它定位。就是先上岸，很小，所以麦惊啊！什么？我说不透明的，就是先上岸的。对，跟刚刚完全相反，对不对？嗯。我在那个用这么大支笔去下那个最重要的位置，最暗的位置。它其实是定位用的，就是我上次讲，它拿来定位的。暗的，最暗的。嗯。OK， 这样能分辨吗？嗯嗯。看照片，最暗的。嗯。好，继续。来来来来。加红，加蓝，加红，加蓝。然后一样，画它旁边。画它旁边。继续加，画它旁边。只要是。你刚刚构图铅笔线有一些深的都可以画上去，都可以画在旁边。哦，可以吗？继续来洗掉。为什么要洗掉？因为我想要让它更浅一点点。哦，因为投影那个手机不是手机，相机时间有限。好，这时候我洗掉，我来换我的固有色，固有色变成红色，红色去加蓝色，因为它刚没有，它就没有黑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它就是浅了非常多，对吧？但是你如果是新鲜的广告颜料，你就不用浪费时间搓。好，所以基本上建议用广告颜料。好，你在画完的时候，把干净的挖回去，只挖干净的哦，不挖脏的哦。啊，基本上是用多少挖多少，然后去铺在说固有色是什么意思啊？固有色吗？固有色就是这个对象物它本来的色彩。哦。对，比如说苹果，苹果红色，固有色。嗯。对。嗯。但青苹果、青苹果就不一样颜色，哦，就是固有色，那个物体它本身有的色彩。嗯。好，一样，继续，洗掉，洗掉，洗掉。好，来来来来，一样。这时候我要必须要更大量，然后我要加白，还没有加黄哦。好，来来来来，去铺在我的灰暗面、墙面、局部。基本上你会发现，有没有跟刚刚油画一样，只画刚刚画的旁边，对吧？我没有这时候去画这里，没有，对，我没有去画它，只画刚刚画的旁边，就是这是一个完全不需要烦恼的事情。它铺它，把它画出来，画出来，画出来，然后画它旁边。哎呀，开路！耶耶耶耶耶！耶！回来了。好，继续。啊，灰灰，啊，灰灰，
话，你就稍微把我们刚刚说的，哦，笔稍微往暗部去移动，然后让它稍微有一点点灰一点、深一点。然后其实它也是一样，你控制下笔的轻重，它可以呈现出不同的明暗。好，那像在这底下呢，我可能会稍微给它一点点，它一点点，都没差，就是反正是做效果、做感觉的。好，但是有做总比没做好，但是还是要做得精准。好，有点难，就是你如果真的要做，那你还是要把它用到。那这时候呢，来，赶快，好紧张，我觉得今天寿命要少一半。来，加了橘黄色，我想要让它有不同的灰阶，橘黄色、红色、橘黄色、红色，然后加一点点蓝色，灰灰的，有没有？哦，你如果回去看影片，应该有，回去看影片你会觉得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哦，灰灰的，哦，有听到惊呼声了。好，来继续加蓝色。你要让它蓝一点的时候，你稍微就加回去。为什么我要加一点橘黄色呢？因为等一下我再带最亮的时候，会让它比较顺，不然它会很奇怪，就是突然来一个最亮的。那万一我们经验不足，加的颜色画下去，不是你要的，对，再调，因为反正可以盖，它可以盖，哦，不用怕，就是不透明水彩，基本上你完全就是不透明水彩跟油画跟粉彩，这三个呢就是可以盖色，不用怕，因为它就是可以覆盖的，哦，那是非常好的媒材。好，我赶快，反正要耽误到大家下课时间。来，加快，加亮。欸，如果有人要先走了，四点多一点点。可以的。加亮，慢慢的。是要让你们知道，哦，不透明水彩它的作画顺序其实跟油画什么很像，跟刚刚那个油画。其实那个网络上上次我传上去的那些影片，其实你可以给杨峰看，因为那些真的是之前示范，哦，那也很认真剪。哦，那新传的那个影片呢，那个是上课的时候，因为我的影片之前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传到，然后就根本没有时间，因为为了要给同学看，我就没有在那边多加音乐，哦，所以我在看的时候就自己播音乐，自己播，对，自己播。然后想要加一个标题，纯净版，纯净版，自由配乐版，就是没有。好，加亮。慢慢的把亮面带出来，但是你在带的时候呢，还是要小心，哦，不要一时之间跳太快。那我等一下会跟你讲，如果他还看得到的话，跳太快怎么办？跳太快，等一下再稍微混色。其实我晚上还有课。是范吗，老师？那就播这些影片给他们看就好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今天手段，今天手段也太奸诈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是老师，啊，也是老师。对啊，预录的。对，而且是最新鲜的。你说你准备了一整个下午。在哪边准备？东海。我边上课边准备。我这样看，哦，好像很厉害，好不好？对，哇，可是好像是真的很厉害，好像是真的，没有好像，没有好像，是真的很厉害，没收一支笔。
来，加紫椒的白，稍微带一下，好，更亮的。等一下还会加更亮的树枝哦，这时候都还没有，我现在都还没有做细节，现在都还是大块面。这样都还算大块面哦，现在还算大块面哦，是因为纸太小，所以真的是没有做细节。现在中块面啊，中块面，中块面，方便面，不一样。大概做一下，然后记得随时要调色，三不五时要调一下颜色，好，不能一个颜色画到底，因为一个颜色画到底啊，它会。很平，然后你的画会跳得很快，会接不起来。你会发现你的画长得很奇怪。嗯。为什么？因为颜色跳太快。嗯。对。然后这里，哎，我咳嗽，我没事哦。还有那个 COVID-19 的宣导，教学一下。好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吸干衣痕。哎，好像我觉得可以调一下。好，亮一点。哦，我来对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这时候来来来来就是细节，细节比较细的，比较细的，比较细细节。哦，稍微稍微回来。反正就是要赶快画完，来来来来，好，来勾一下，勾的时候跟刚刚那个碗的边边一样，哦，不要什么都勾，不要全部都勾，这样好立体。哦，我的画就是照片比本人好看，嗯，然后你在看本人之后，你发现哎，本人也很好看，哦，原来就是。照片跟本人一样好看，真的啦，各有各的好看。你们在笑是，下次不吃饭哦，任性。好，这样子勾一下。好，来来来，继续。最亮最亮最亮，我紧张怕它没电。这张是你拍的吗？对啊，我小时候拍的。小时候。大概高。二高三，可是这只是局部而已，还不是全部。以前都还是用那个，以前底片相机。底片，然后有啦，那时候有数位相机最高画素，你猜多少？300万。对对对对，我们同年代。没有啦。哎、欸，没有那么快。太晚，你干嘛否认那么快？是我们要什么？老师比较年轻，糟糕，加亮的，最亮的，好了，应该是我讲过，没有，你的最亮不能只有白哦。一定要加一点点黄，因为你有加黄的时候啊，它才会够亮。因为纯白的它不是亮。那纯白是什么？纯白就是白。哦。黑跟白是无色彩啊，简单来讲是这样，它是无色彩。啊、没有生命力。老师，如果所有亮的全部都是白加黄吗？不管是哪一种颜料，是这样说。如果要提亮的。这个时候是宕机的，还是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是怕，怕没电。不透明，水彩是，然后油画也是，应该这么说啊。我会分几个层次，就是，比如说没有那么亮，应该说亮，普通的亮，我会用黄加白。嗯。
普通的料，皇家白。但是你看啊、哦，来，普通的料，皇家白，就是灰灰的，对。好、哦，我故意还加一点点蓝色，让它灰灰的。我要换了、啊，我要画暗面的，画暗面的料。它等下就会退下去，它不会抢右边的白。对，好、哦，那皇家白，你看皇家白，皇家白的固有色是什么？黄，对吧？那白加黄，固有色是白，所以它又会更亮一点，懂我意思吗？白加，白比较多，白比较多，然后黄是让它去提升它的提亮，对，明度，明亮程度。好，这时候啊，来，看一下我的调色盘，我会把它打灰，打灰要干嘛呢？最后的收尾，整理一下画面，就是有一些被盖掉的，哦，就是我今天白板上写的，被盖掉怎么办？回来，把它画回来。今天可以很开心的背着投影机回家了，有没有画面？那个小朋友这样。一边跳，对，一边跳，跳不起来，跳不起来，哎，为什么？不是，是投影机有点重。对啊，我以为是我太重。不是，投影机有点重。哎，这边加暗。好了，真的快好了，我知道耽误你们太久了，但是总要画好一点点。好，好了，再一下再。正要拍手哎、欸，老师，正要放手机然后拍手。气氛掌握得好。棒，好，开玩笑，来加一下，就是真的在它的周围，就是上面的这个上面的这个亮的，会稍微刷一些些微微的亮。这张参考图是在。在公寓的墙角。好的，就这样。可以拍手了。谢谢。这样也好。可以吗？可以。谢老师。好了，你们赶快回家，拜拜。拜拜，谢老师。谢谢。